我的妈，这么大呀！你看我的手，这个比我买的鳌虾大多了。居然买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。这个鳌虾在日料，它都要你288一只。一会儿中午整点加，整点加油吃。哦，你这叫痛风套餐呢，哈。我给你整痛风，我不办。在威尔这边买到的这些海鲜，像这样甜虾、鳌虾都是冻的，根本不会有新鲜的，因为我们这实在太远了。蘑菇干的1000多一斤呢，老难采了，采它跟偷金子似的。每天看我妈展示她买的这些东西，她就虾仁老有成就感了。我妈是网购小能手，以前不会网购的时候都是说，姑娘我想买这个你给我买一下子，现在不用了，快递直接上门给她买。我妈是那种什么各种海味都会往家划了的，她最恨自己为什么没生在海边。你们有没有这么爱购物的妈？一个月7000多块钱工资不够网购的，全吃了。天天看吃播呀，晚上沉迷于吃播呀，口感还行，还挺鲜甜。这么大颗，这有的脸上，你说，在家待吃吃喝喝真得劲儿。我跟你说，这家吃两个吃饱了，太大了。但这小甜虾比那个鳌虾肉还甜。饭前开的菜，两把海蜇，煮个海螺，凉拌贡菜。你就说吧，这里倒有一道菜是填饱的吧，全是下酒菜。为啥我妈那么能吃不胖？就是这些凉拌菜，我妈就是吃这种不长胖的东西。脆脆煮鹅，今天这是佛跳墙煮虾滑。我去，哎呦我真好喝呀！今天就中午的饭，我就感觉我没准吃完我能瘦两斤。嗯，好吃吗？好吃。自己做的虾滑。这大虾仁其实做虾滑白虾了，哎，放点粉丝也行吗？行啊，虾滑丸子，虾滑粉丝汤可以啊。有时候不愿意录这些吃吃喝喝，但我妈一整海鲜是太狠实了，就整一盆鱿鱼。我今天高低给我整痛风了，不对，鲍鱼、海螺、刺身，哎呦我，先净整那狠的。这个是海螺，你给我妈。马肉他还买海参了，活的，然后生吃，还没到呢。你吃这玩意儿，咱得把那个60度那个整出来，喝点杀菌呢，要不然我跟你说，真有点扛不住啊。哎呦，真鲜亮！这虾滑是我自己打的，纯虾。嗯，自己打的虾滑，嘎好吃，老鲜亮了，口感老好了。这顿饭绝对可以称之为减脂餐。哎妈！啊！这个泰式的清料，拿这个酱蘸着那个虾仁，蘸着鲍鱼，蘸海螺吃，比那蘸辣根好吃多了。这是蒜、柠檬、酱菜、小米辣，这样打成酱，直接当蘸料吃。Hello， 我们那么漂亮就得出镜啊，不出镜长得不白瞎长得漂亮了。看大海鱿虾，哎呦，你有点吃播的潜质。对吃情有独钟啊！今天中午没有肉啊，晚上再吃肉吧啊！你开个号专门吃海鲜吧？那行，你的最爱。我不吃，我吃饱了，刚才一个半鳌虾让我干饱了，吃不了，吃不了。哎，哎呀，过瘾啊！